自己能吃好。这个是，他是说加汤热汤水。笑啥？回头。全垮了。对。应该不需要去加州。那是12月25号，圣诞节，2022年，我们吃完午餐在石梯坪。这是一人间的，这可以出去的。哇，这个还蛮不错的，哎，可以烧烤哎。放炭。哇，他可以定时，对对对，他可以定时，就很，这是可以上去的。哦。我们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天的住宿地点，12号桥空间是一个民宿，它就在海边。就在山下。有一位男人坐在防坡堤上，眺望着太平洋。300是没有300，有30020遍。他说200是。好了好了。哎呦。哎，你看，闪光的好还不闪光的？你认为满意就好。闪光的有点是这样，有闪光。不错啊，不错了。反正如果这个是没有闪光。蛋黄。那碗。安。
怎么了？卖只狗蛋黄，哎呀，蛮丰盛的吗？可以啊，有来了，一个开车不开这而已。还有电影院呢，去看看它的。然后水要深了一点点。我们在等坐车。在呢？去吧。